我的灵魂儿是一功课，因为你而完成了，完美了。哇，你们唱错了哦，居然你居然黄生是唱对，你们唱错了，怎么搞，对不对，这么厉害，今天你是感冒嗑了什么药，嗑了什么神药，刚刚那个我好久没听这个自己唱的那个这首地球上是第一张版的嘞，你刚刚放的那个声音是我吗，是他吗，是吗，是，当然，怎么声音很像小孩子啊，那现在是变大男人，没有，那个时候的声音比较干净，那现在有不干净吗，现在这边都是看看，这边都是鼻涕，好，但是有 BT 唱的比较，目前为止很蛮厉害的吧，对不对，还可以吗，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看到笑话，所以就不是很开心，是不是，是还说是，本来这个游戏一开始你们就很嗨很兴奋，结果玩到第三首都没有笑话可以看，大家就好啊，我也不削了，是不是，我也不想做了，算了，不要这样子。